省委副书记、常务副省长莫建成出席动员会，并宣布项目开工。莫建成指出，电力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，赣能股份公司要抓住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时机，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打造安全、优质、环保、节能、廉洁的样板工程和典范工程。